Antec 近日推出一款超高性价比资助 GX1200 gaming 机箱，它外观设计充满流线感，附连前置两组 RGB 风扇和底部的氛围灯，配搭 Antec 全新的魔盒灯光控制器，可以调控七种 LED 色彩和四组灯光模式，加上它吸引的定价性价比爆灯。Antec 全新 GX1200 gaming 机箱延续 Antec 机箱一贯优秀的内部空间设计，外观极具流线感，黑色的机身主体配搭大型的透明侧窗，前置面板部分以两边立体中间内粒配以通风网孔设计，面板下面设有氛围灯营造层次感，在运作时候附连的两组 RGB LED 风扇和氛围灯都会透出圆光，非常型号。机箱重钢板配以 ABS 塑料材质，前面、顶端和电源供应器位置都用了大面积的通风网孔，还设有可拆式隔尘网方便清洗。 GX1200 可以兼容 Mini ITX、 Micro ATX、 ATX 和 EATX 尺寸的主机板，高度达 16cm 的处理散热器和 41cm 长度的绘图卡，还将主机板和电源供应器区域分隔开，提供良好的穿线空间和隔离杂讯。间层位置设有两组 2.5 寸或者 3.5 寸硬碟机托架，用了面工具的方式安装，另外备有三个 2.5 寸硬碟机托架安装位置，对于入门级至中阶玩家来讲非常充裕。在散热设计方面，前置可以配置三组 12cm 散热风扇，除产品已经附连两组 12cm RGB LED 风扇在机箱前面，顶端和机箱的后方就分别可以配置两组和一组 12cm 散热风扇。 GX1200 的前置还可以兼容安装 120mm、 240mm 或者 360mm 的水冷，顶端亦可以安装 120mm 或者 240mm 的散热冷牌，尾部的风扇亦都可以改为安装 120mm 的水冷散热产品。 GX1200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加入了全新的魔盒控制器，魔盒设有速度调节和灯光控制键，提供风扇调速控制、 LED 颜色和光效模式变换，可以用来控制附连的两组 12cm RGB LED 风扇和面板下面的氛围灯，备有红、桃红、黄、绿、青、蓝、白七种不同颜色，还设有呼吸灯、色彩渐变和闪烁模式可供选择。魔盒最高可以连接六组 RGB LED 散热风扇和三组 LED 灯条， Antec 亦将会独立出售 RGB LED 风扇和 LED 灯条，有需要的用家就可以自行选购。